朱雀混蛋，因何看完菩提夜光珠以后发出笑声？因为纸上的字根本不是木鸡烟的笔迹，幸亏有我点破，否则你必定会死在木鸡烟的手中。可恶，素还金，想不到你如此险诈，就多杀人。无证据，不可随便侮辱别人。绝对是伊无错。我可以替你查明这件阴谋是不是素还金所为，不过你要带素还金来函官台。带素还金来处地，安尼就要等到火龙石的聚会过完。火龙石之约定在何时？明天。照这样看来，你素还金该无法得到两国圣都。朱雀混蛋，既然你连识破纸上的笔迹，不是木鸡烟所有。你一定了解圣都多变是三空的用意。太皇君，这是多变的游戏，就算我将我的答案跟你讲，你也未必敢用。只要答案正确，我绝对敢用。我也不是木鸡烟，我总会知晓答案是不是正确，我只是将我心内猜测讲出来而已。那就请你讲出来，让我作为参考。作为参考？太皇君，你不了解我有一个怪癖，朱雀混蛋的作品只卖给识货者，外行人要买我的作品装饰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说你要听我的答案就必须敢用，不敢用就没必要听，你考虑详细。我看还是先将机械拖延。好吧，你坚持你的原则，我也不便勉强。求婚送客。是，太皇君，请。过几天，我会带素还金来拜访，到时。论智慧，无了，太皇君略逊一筹。在武功方面，我也该找机会了解素还金是不是在太皇君之上。